今天上号，团长想改一下名字，发现了团长的名字还有4天的冷却时间，所以我就用普通玩家的身份拍即视频吧。正好团长的转接器也到了，这样就可以开麦了。我再需要一个。哎，这个可以哦。喂，能听到吗？我们打爆破模式吧，打爆破模式吧。开吧，这个可以开。爆破。来。这个绝对让我吃不了忘，顶一顶，这个绝对会这么做。行了，大家先别顶了，再顶的话就要输了。别顶了。声音还挺像团长的，说实话。没听过，团长是哪位啊？真的，他这个大哥声音，说实话真的太像团。再来。我他喵顶。真的呀，我感觉他就是团长呀。团长是谁呀？没听过呀，你们到底在说啥呢？没有开，还没有开。那你就是团长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就是团长，我不信。我感觉你就是团长。我好像看他这个什么 USER 在信息头像下面有一个老八路团队，他应该就是团长。1点一般都是6点到7点。枪火，真的和团长排到一起，真跟我吹两连半了。我把这个截屏贴我同学脸上，他都说不过分了。能认出来？不是 M13说一下吗？真是团长，真的。你当你看到他主页的时候，新属兔子呀那些，还有小破军，你就已经可以看到他是团长了。说实话，团长以为名字没了的话，会没人能认出来呢。能当一名普通玩家来给大家拍一期素材。看来喜欢团长的人还是很多的，团长这边感到非常的荣幸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速攻吧。今天只要团长不走，我那耗到晚上呢。哟，他这和他女朋友聊微信了，不方便说。哎，但团长女朋友好像那个什么软来着，好像。我不知道，我反正我关注他了。被软，我三十块钱跑。对，宝贝软。他好像还去崩线了，我记得好像。不是宝贝软，就是的，靠。那不可能，你别来这乱说。团长女朋友是粉尾兔，她的抖音账号叫粉尾兔，这你都不知道，你加粉吧你。团长女朋友的账号啊，不是女朋友 ，OK 啊，团长牛逼，牛逼。好了，这边遇到一个假粉丝啊。那么好，接下来我们后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也不要听信一些其他谣言啊，搞得团长都很懵。喂，就是团长不打了，然后呢，给你们一人一个好友位吧，毕竟都是粉丝，对吧？你们谁要啊？我肯定要呀，那肯定要呀，太低了。我也要。我要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大嘴巴就轰死你。